是吗？都下午不，上午八点，他那个比他那个应该正规比他那个大，因为他从官网上一直都在说，要报名的不报名的人还不让去啥的，其实都无所谓。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们这个外语学院的这个情况，我跟他外语学院的招生办老师就跟咱那天一样，我给他打电话，然后我把信息都发过去了，也跟他聊了聊，他印象性还挺强。哎，我不说话是吧？那没事没事。是咋弄？等他的信儿还是咋弄？还是明天开始跑一趟？他是明天就正式开始了，对，是全场招聘，全场。